说到捷克这个国度，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旅游之地。不过，它的历史背景和它的天然资源，也造就了它非常强盛的工业。至于斯柯达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901年，那个时候他们刚把引擎放在自行车上面，成了机车。到了今天，斯柯达已经成为了捷克非常著名的汽车品牌，同时他们也成为了 WRC 越野赛场上相当强悍的战将。然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热血的驾驶，所以斯柯达在之前推出了能够坐满七个人的 Kodiaq 七人座休旅。但是，或许有时候七人座的空间对于有些人来说又有点太多，但是他们又不想选择轿车，因此他们也推出了一款新的小型的 SUV 车款。那这辆五人座休旅呢，也跟 Kodiaq 一样，承袭了当初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命名血统，他们借由了 Car 跟 Rock 这两个字结合，就成了 Car Rock 这个字。那 Car Rock 也正就是这辆五人座小型休旅的名字。在外观上 ，Car Rock 它看起来就像一辆小型的 Kodiaq 一样，可是呢，它的造型设计也更加的精壮动感。当然，那包含 LED 灯具的部分，它也都有搭载。在我一上车之后，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辆车的仪表。虽然我们这辆试驾车它并没有选配，不过 Car Rock 它已经提供了数位液晶仪表的选择。而在中控台上，这个萤幕除了已经支援了手势控制的功能，你也可以在还没上车之前，就利用你的手机把目的地的导航都已经设定好，把暖气打开。你也可以借由你随身佩戴的智慧型手表来观看车辆的像是续航里程这些很重要的资讯，可以大大提升生活使用的便利性。我相信会购买 Car Rock 这辆车款的朋友，应该不至于会要求说车里面要坐满七个人，但是相信大家一定还是会好奇它的空间表现到底如何。所以经过我们体验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就算前后座都坐入了170公分的成人，基本上车内也不会让人家感觉非常局促。而在车后的行李箱呢，除了在一般椅背尚未倾倒状况就可以提供521公升，你只要将椅背前倾甚至再翻折起来的话，甚至还可以提供到1600至1800公升这样的惊人容积。所以我相信对于日常的实用性来说已经是相当便利。再加上 Car Rock 它车后还有体感电动开启的尾门，这样都可以大大增进你日常使用的便利性。未来会导入台湾的 Car Rock 总共分为三种版本，一种是搭配 1.0 升的引擎，一种是 1.5， 再来呢则就是我们这次试驾 2.0 升柴油涡轮引擎的版本。它的最大马力是150匹，最大扭力则有34.0公斤米。搭配上它的7速 DSG 变速箱之后，其实我觉得开起来并没有像之前我试驾许多柴油车那样感觉加速性是相当猛爆的感觉，它的加速其实是相当平顺的。但是我认为 Car Rock 相较于小型 crossover 小型 SUV 领域里面的其他对手来说，它其实它的动力和输出已经是有水准之上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在接触它之后，应该其实也可以满意 Car Rock 带来的动力输出才对。因为我们试驾的这辆 Car Rock 它其实是一辆四轮驱动的车款，所以它的悬吊来说，它是搭配了前麦花臣后多连杆感的结构，但是也因为它的设定取向是相当舒适的，所以当你驾着它在通过一些低速的崎岖路段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能传来车内的这些震动跳动是相当少的。但是也是因为它设定相当的舒适的关系，所以它在通过这些路面之后，它的二次回弹其实抑制的没有说很好，往往你在一些比较高速的路段通过这些可能像是一些凹洞之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体它的二次回弹是稍微多余了一些。相信许多会选择斯柯达或是小型 SUV 的车主，无非都希望自己的爱车拥有更高的安全性。虽然我们在海外试车的这个现在呢，没有办法估计未来导入台湾的 Car Rock 将是拥有何种配备，可是我们相信 Car Rock 它光是有9具气囊，如果再加上盲点侦测系统，其实我认为就已经胜过许多的同级对手了。当然，我们也更希望未来总代理人尽快将 ACC
也就是主动测距的定速巡航功能，还有有办法辅助方向盘转向的车道偏移系统，都全部导入台湾。我认为就像我现在手上开到的这一辆 Caron， 安全性蛮窄的它，如果真的导入台湾，它的竞争力应该是相当相当的丰沛才对。